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请继续收看法轮大法神奇故事节目。今天我为您邀请到了牧羊和我一起主持这个节目。嗯。哎，牧羊啊，首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当您听到鹤发童颜这句成语时，你眼前会出现什么样的画面呀？鹤发童颜给我的印象是什么样的呢？这个人应该是一个世外的高人。是。他的须眉皆白，但是呢却神采奕奕，然后他还红光满面，仙风道骨。我觉得这样的人哈，他应该是了悟了人生的真谛。对对对，而且他还可能会具有一些超常的能力，而且平时呢多隐身于这个峨眉华山等名山之中，对，很少见人，是不是？是。可是我认识的这位鹤发童颜之人呀，他不是深山里的隐士。那他是哪里的人呢？对，他就生活在我们中间，在我们的这个滚滚红尘当中，会有这样的高人？当然有啊。哎呦，您越说我越想见见这位。哎，你别急啊，等一下呢我们就一起呢去见一见这位红尘中的高人。好好好。哎，他是不是很少得病？哎，很少得病别提了。怎么呢？1983年他患了一种不治之症。有。对，这个病的名字叫进行性肌肌萎缩症。哎呦，这个可是很可怕的一种疾病啊。当然了，特别世界卫生组织啊，世界卫生组织把这种病呢列为是世界五大绝症之一啊。得了这种病都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肌肉萎缩，然后是迟缓性的瘫痪。凡是得了这样的病的人，最终都会呼吸无力，然后压迫心脏，窒息而死。是非常可怕的疾病，你知道吗？他本人就是一名医生，哦，而且他太太还是神经内科的主治医生，两个人都是医生，都是医生，对，而且呢，他们可以说是治愈了无数的病人。当面对自己的疾病时呢，他们是茫然无措，而且他们看遍了中西名医，最后都以失败为告终了。哎呦，你看他们身为大夫哈，对自己的病却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对、啊。哎，不过您说的我有点懵哈。哦，怎么了？刚才您提到这个1983年他得了这种病，那1983年到现在算下来已经30多年了。对呀、啊。他是怎么活过来的呢？他是怎么活下来的？这里呢可成就着一段不朽的佳话。那我们呢还是一起呢去见一见这位红尘中的高人啊。请观众朋友您收看汪医生的故事。我叫汪志远，我是一名医生。我从1972年开始从事医学工作，1975年呢到四医大读书，我的专业呢是航空医学。之后呢，我先后担任过就是航空军医、航空军医主任，也担任过呢这个文革后的全军科学技术委员会的第一届委员，和这个航空军医杂志的编委。1995年呢，我就来到了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这个心血管研究中心，啊，担任那个Medical Research Specialist， 从事那个小动物模型的这个显微手术或相应的病理学研究。我今天给大家说啊，就是我是一名医生，可是呢很不幸的是我83年患了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叫进行性肌肌萎缩症。这种病呢也叫渐冻人啊，它是因为啊是脊髓的运动细胞、运动神经元细胞的变性造成的全身的肌肉萎缩。首先从人的四肢远端开始，最后发展到了呼吸机的肌肉萎缩，影响了呼吸。这个我呢是学医的，我深深知道这个病的严重程度。我太太又是专门这个神经这个专科的主治医生，这个疾病到现在为止中外没有办法治疗，最专业的这个著作记载啊，平均存活3至5年，
最长的记录是15年。我当时得病的时候，我曾经在北京啊空军总医院就看过一次这样的病人，有一个在后勤部的一个干部，入院前8天还在石景山爬山，入院后的第二天就呼吸机萎缩，呼吸就不能动了，就上呼吸机。到医院我见的时候躺了2年了，那个完全是皮肤包着骨头，一提就是滴溜当啷的，那个悲惨的那个景象啊，你看一次啊一生都忘不了。你想我也是学医的，我太太是学医的，我完全知道这个病的后果，这给我的精神压力啊非常大。我当时呢症状就已经是全身无力啊，就是到有时候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从一楼走到2楼啊都感到累得啊头昏脑胀，记忆力啊差到什么程度呢，连自己家的地址经常忘记啊。当时我也不没有放弃哈，我就造访了一些这个啊有名的这个专科医院的专家啊，你包括北京的301啊空军总医院，这个四川的华西医大，还有军队的3医大、4医大，我本人呢也4医大毕业的，我有很多啊在这方面的这个同学啊朋友，也都很多都是在科室里当这个主任、副主任啊、副教授的。我太太也是这个神经内科的啊主治大夫，专门研究这个课题的。我的这个医疗条件应该是非常好的，可是都没有办法。后来我还就试着用中医进行治疗，也没有办法。当时你不知道我这个心情啊是很沮丧的，全家都在笼罩的这个呀这种阴影之中。一想起啊，你不要想，一想起啊就是那些我看到的那个病人的那个状态，全身肌肉萎缩造成的那个皮包骨头的那个悲惨状态，那个可怕的景象。而且我自己本身呢是浑身乏力，记忆力衰退啊，而且呢心情就不好，经常也在家里发脾气啊，给孩子啊。我太太呢也在这种心情的压力下，全家都在这个状态中。你想想那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各种办法包括中医西医的办法想遍了也都没办法，就是一种绝望的状态啊。几个月的时间就从体重150斤降到了118斤。在医疗这个领域啊，通过很多年的求索，我发觉是走投无路。后来我就想进入了气功这个领域啊，我呢也碰到过一些高功师傅，我发现这个领域啊它有特别的地方啊，可能会有奇迹出现。可是呢我们在国内啊也走遍了，走了很多这个名山大川啊，找过很多人，也学过一些气功，可是呢都不行。我其中学了一种功夫，当时认为啊也是很厉害的，可是呢练着越练呢这个功能越强，可是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先后还得了这个12指肠溃疡、肠炎啊、尿结石等等，还出现了2次的上消化道大出血。94年那一次啊出现了休克啊，就当时差点就没命了，血色素降到了6克，从那以后人的身体就更差，那个状态就更差啊，他的精神呢也就更差了。这个我95年在这之前呢，我太太呢就到美国来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研究，她呢其实上是想到美国来，想在西方寻求治疗这个疾病的方法啊。过了3年，出国3年以后呢叫我到出国来。我出国之前我们几个这个朋友啊就在一起商量，说气功界可能会有奇迹，我们要找一找啊。
咱们就商量好，是咱们分头找，谁发现了高公师真正的高公师法，就互相通报。我1995年啊出国以后，在哈佛大学，在公共卫生，学院啊，这个心血管研究中心工作。大家知道这个哈佛大学这个技术这个领域啊，这个竞争性也是很强，压力专业压力也是很大的。我在这里呢，再加上我当时的身体状况是一天不如一天，加上这个精神压力还有工作压力，真的，那个身体啊，一天到晚啊就在那个疲惫不堪、有气无力的状态中，而且呢，精神上呢又看不到希望。这个我太太还强打着精神啊，她全家都鼓励我就这样，真的那时候人就感到一种啊，就是一种那个绝望的状态，走投无路的状态，就搞不清楚什么时候会这个就把这就放到国外了。大家都知道，这个哈佛大学它汇聚了世界上各类顶级的这个人才，而且它的这个技术啊、设备啊，都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是啊，如果汪医生的病在哈佛大学都治不好的话，那我觉得应该是没什么希望了吧。按照现代医学来推啊，确实没错。可是后来他怎么好了呢？对呀，而且还成了鹤发童颜。是，我们还是继续去聆听这其中的玄机。在1998年2月份，我盼望已久的事情终于发生。98年那个朋友就给我来信说，他练了半年的法轮功，他发觉这才是真正的正法修炼的高功，叫我去练。我当时还半信半疑，但是我对这个朋友是非常相信的，我就去了。当我进入到那个就是9天半啊，第一天半我往那一坐，开始放那个录像，师傅开始讲课的时候，哎呀，我就感到那几个强大的能量场照着站。紧接着呢，我就感到后背啊一阵一股一股的热流啊，从头到脚通遍全身，那个舒服啊，那个温暖是你们没法形容。而且我就不停地流泪，我这个人很坚强的，在我的影响中我没有流泪的这个机遇，我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不怕，就那么多年这个疾病啊、环境这种状态，我都没从来没说流过泪。可是我就不知不觉地流泪。那一天我是去的时候，头脑红红沉沉，在工作一天，人也很忙很累，身体状况又不好。可是当我听完课回家的路上，我才发现，哎呀，那个人啊，眼睛直亮，头脑直清醒，一个轻松感啊，人的力量好像又，哎呀，真的很有力气那个样子。开车回家，哎呀，我发现啊，哎呀，我很庆幸，那天我真的回家路上就感到很激动了，哎呀，我真的找到了这个我们原来听说过，但那些点包括那个老和尚都没有见过的这样的高功手，没想到这个功竟然现在公开传了。我第二天就再接着去上课听，又是不时间要上厕所，但第二天不流泪了，上厕所。4-5天，我的胃的症状就全没了，人的感觉完全就像个正常人了。后来师傅就讲说有些人
他内脏有病，要给他清理。哎，说有些人说一路找厕所是因为他内脏有病清理。好，我现在明白了，我你看有尿结石嘛，啊，我练了大概有3个月的时间啊，整个人恢复了正常，不光是症状消失啊，就是体重从120多斤恢复到150-160斤，血塞素从6克-6-7克恢复到13克多，这才100天不到。红细胞的再生的周期是120天，我不到100天全部恢复了，你能说不是奇迹吗？还有我本身的这个脊脊萎缩症，它是一种进行性脊脊萎缩，它不是说是一个什么是其他的病，就是肌肉不断的萎缩，怎么可能恢复呢？你肌肉怎么会再长起来呢？从没听说过，就是目前的医疗就方法就不能制止它，停止让它停止发展，还不要是你恢复。可是我呢，3个月恢复了。从目前为止，医学的专著上记载，没有任何人说有这样恢复的例子，是没有办法的。其实，在平均存活，就是最有权威的那个著作记载，也是平均存活3至5年，最长的15年。可以说不亚于这个癌症的恐惧。可是我恢复了，现在我修炼从98年2月份到现在多少年了？这多少年了？想想看，而且大家看到我现在是红光满面，对吧？身体强壮，哪有是110多斤的瘦的骨头、皮包骨头的样子呢？没有，这就是大法的神奇。可以说，修炼法轮功给了我第二条生命，展现在我眼前的一个崭新的世界。不但我的身体恢复正常了、健康了，我的世界观、我的认识、思想境界都超越了一般的常识。我看问题不是那样的了，胸怀豁达，什么困难都挡不住。比以前来说，这个意志更加坚强，啊，身体更加强壮，脑袋反应啊、记忆力各方面比原来更好，就相当于20多年前这个就是30岁左右那个状态，你想想看，这不是神奇吗？一个从中国来到世界著名的哈佛大学寻找生机的一个学者，在求知无望的绝境当中，通过修炼法轮大法重获了新生。我觉得这已经向我们展现了一种现代科学无法解释的那种神迹。是，愿这种生命的神迹能为那些正在苦苦挣扎的患者们和关心他的人们给他们打开一扇希望之门。听说呢，这个汪医生的母亲当时也是得了一种非常严重的病，肺癌晚期啊。是。而且当时大夫说他呢只有20天的生命了。对呀，对呀，这又是一种可怕的疾病，癌症。嗯。那么汪医生是否为他的母亲寻找到这个治愈的良方？嗯。我们呢还是接下来继续聆听这个答案的揭晓吧。还有，我呢，这不是好了。随着我不断的修炼，就越来越感到这个功夫这么好，我就想啊，把这个好事告诉更多的人。我最想告诉的实际就是我母亲，她患什么肺癌的晚期，通过放射治疗以后身体很虚弱，所以呢我就告诉我母亲，我说法轮大法是一个真正的啊正法修炼高德大法，它不是一般的练功，你去试一下。过了3个月，我在打电话回去以后，我听到一个女孩子的声音接电话，我说你去喊一下我妈接电话。她说我就是我，哎呀，她说我练了法轮功，我也练了法轮功，1个月我全好了。我听那个老师讲课的第3天，我的眼睛就亮了，耳朵就能听清了。
验了一个月，我什么都病都没了，症状全好了。我现在就可以坐公共汽车到菜市场去买菜，回来给大家做饭。啊，原来他是个什么样，你知道吗？我真的不敢相信我的耳朵，这是我的母亲啊！我说你是我妈妈，他说你还听不出来吗？我这一听，哦，他那个声音真的是我妈妈，但是他那个声音啊，只洪亮，这个只有力，是我真的不敢相信。可是我告诉大家，这是千真万确的呀。在他练功之前是个什么情况？肺癌的晚期，放射治疗之后，还有高血压，啊，这个糖尿病，这个啊，这个胆结石，还有关节炎，一身的病，再加上这个肺癌放射治疗以后引起的那个食欲不好啊，一天人就是昏昏沉沉。医生有一段时间诊断他，就说你这个也就活不了，那么可能也就个把月的事，这样样。可是练功完以后，好了，我妈说她又去医院找，同样找了个医生。医生说：“老太太，你这哪有癌症？这没有了，啥事都没有了。”一个被医生宣判只有个把月生命的这样的一个肺癌晚期患者，在练法轮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康复了，痊愈了。是啊，你怎么解释？完全是一种神迹当中的神迹啊！是是是，大法的神迹就这样一桩桩、一件件的展现着，出乎意料，又是那样的真实。是啊，我已经被震惊的是无以言表了。我们还是继续来听听，看看还有什么神迹出现。我还告诉大家一个，我除了刚才身体这方面的见证的神奇之外，我还遇到一个神奇，就是我在看转法轮，就是法轮功的那个代表著作叫转法轮。有一段时间我们单位的工作很清闲，所以我就天天看，一天看一讲，有时候看两三讲。有一天我看着看着，哎，纸发红，我以为啊我是看时间长了眼睛看累了。我在图书馆嘛，我想往那走一走。过了一会儿回来，哎，我一看这个书还是发红，哎，我一看旁边，哎，我的专业书它就正常，再回头看还发红，我再继续看，越看越红，合起来以后这书缝呢冒紫光。哎呀，我那一天非常激动，我说人家说这个转法轮是本天书。我并不理解，原来那天我才真正体会到这是一本天书。这个书呢本身携带着一个强大的一个能量场，当你进入到一定非常专注的那个情况的时候，这个场就显示出来，能够看到了，哎，你就跟这个场就是连在一起了，这个场就可以调整你的身体，可以做很多事情，就能感受到这个场的能量或它的作用。那一天我真体会到了这个书是天书，它不是一般的书。从那以后持续了将近一年时间，我每天只要翻开这个书看就是红色，而且有时候还变色，有时候变成蓝色、赤橙黄绿青蓝紫，还变，最后变成就是光啊。所以我今天啊再次告诉大家，要自己去看一下这本书，这是万古难遇的天书，你可能就会发现真正的真理，发现这个天书的所在，看到一个崭新的世界在你面前。我给大家讲，我就是法轮功给了我第二条生命，要不练法轮功，大家想一想我在哪里。真的是不敢回首啊，想起过去那个年代啊，真的是让人难忘。
想起，如果没有法轮大法呀，真哪有今天。可是呢，在我的这个时期啊，很多人呢，他是想象不到的，有些人甚至不相信。可是人们就是这样，在迷中啊，只有自己亲自实践了，你才真正能够体验到这个法轮功的神奇。我再次感谢啊，给了我第二条生命的师父，感谢师父把我带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我也再次把这个福音告诉世界所有的人，我劝所有的朋友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这是万载难逢的机会。法轮，它是开天辟地、再造宏宇的一部天书。它是大法赐予我们的摆脱病痛、拯救生命、返本归真的一部珍贵神圣的天梯。它包含着大法无量的智慧和无边的法力。它让我们见证了坏灭，随着昨天，已经成为了永远的过去，了无痕迹。它让我们看到了那圆融不破、永恒的生机。请继续收看《法轮大法神奇故事之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再见。这个人啊，不发生在自己身上，他体会不到，理解不了别人。就是，你今天不采访，我也不会想这些事情。有时候呢，他不是不想，也不是不知道，就是那个痛苦的劲儿，不愿意想用到。当然了，现在我们想起来是一个喜悦的心情。你过来了吗？其实你说你人间的你怎么感谢？你感谢师父什么呀？真的是没法感谢，是不是？没法感谢。